主料，豆腐皮150克，猪肉200克，什锦野生菌300克，胡萝卜50克，辅料，姜、小葱、生抽一茶匙，料酒半茶匙，玉米淀粉、精盐、食用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食材，肉切丝，肥瘦分开，切好的瘦肉加些料酒、淀粉、食用酶拌匀，腌制一会。豆腐皮入开水锅里烫一下。胡萝卜丝、姜葱切好，什锦菜拆开，温油炒香姜葱，加入肥肉煸炒出油，加入瘦肉炒至变色，加入胡萝卜丝炒匀，加入什锦菌炒匀，加入适量生抽，入少许盐炒匀，装碟，把豆腐皮切小块摆上即可，美味就卷起来了。烹饪技巧，瘦肉加入淀粉和酥油拌匀腌制，炒起来会嫩一些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